比，我的小伙伴不见了，快来帮帮我。好，没问题。小爱、多多还有酷飞真的不见了。哎，这里有三张图片哦，上面都是一些小动物。这些图片不会是寻找超级飞侠的线索吧？那咱们赶紧行动。小鸡鸡？难道是炸鸡吗？我赶紧去找一下。哎，这里有只小鸡，被关在笼子里了，但是什么也没有啊。我没有找到啊。嗯，这不就是尖叫鸡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让我来找找。哇，尖叫鸡隔壁真的发现了，原来是多多声控球。我找到了多多声控球。哦哈，有一张纸条，粒粒皆辛苦，这是什么呀？猫咪，我们没有养猫啊。啊，你打开招财猫看一下。哦，在这里，找不到。哎，不就是这个吗？酷飞在和猫咪一起玩。酷飞，不知道里面会藏着什么线索。哈，盘中餐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小鳄鱼一看就知道是哪个了。哎，找到你了，但是空空如也啊，难道是在嘴巴里？哎，变成小爱声控球了，来波解压时间。喂哈，苦谁知，我们已经有三张纸了，把它拼起来看一下会是什么线索呢。喂，贴好了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这是谜语吗？难道是米粒？米粒？哇，好白的仿真米粒哦，可惜什么也没有啊。我知道了，超级飞侠里面不是有个叫做米粒吗？哦，是来自外太空的米粒。米粒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我们从外太空把它带回来了。哎，真的有张纸条耶，这回我们可没有错了。哎，凳子里，凳子里。哎，哇，原来你们三个真的藏在这。乐迪，我们帮你找到小伙伴了，寻找超级飞侠成功，我们完成任务。你们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呢？告诉我们，记得点赞还有关注。喵。